我也在想按两下很难按吗？你再按回去吧，这样才可以。哎，这就那个照片吗？挺好吗？这个是刚刚你对着它的时候按回去的，哦、你给它按一下，你来来，你按两下很难，按两下很难按吗？按这个对，哎对对对对对，你眼睛要看的那个。把它放到中间，对。中间。好吧，你们没什么意义。我也算了连线啊。连续真的。咱俩是一个。你要等，就是按下去，等它响一下的时候再按一下。现在再按一下。你现在再按一下。再按一下。现在吗？啊。等一下，你还得进页面吧。你直接按一下就可以了，你直接按。按一下什么都看不到，别看了。哦。那按。可以了。就是按了两下吧，我看他看他闪了两下。好。都是高球。俺再学一次。他高球。好了。这次是按了两下吧。学会了，嗯。那我走了。走，谢谢啊。其他东西都不用去调的，所以调不回来。我调了三天才调回去。你调了三次是吧？我调了三天才调回去的，啊、你不要给我调换了。好。好无语。这又给你调坏了。嗯。你来那个没红吧？嗯，搞错噻。那个要慢点。哦，那个跟红吧天气一样。好吧，你搞红包天气呀？很轻。失败是自尊的母亲。会的是吧？他们不会。你说来，一会儿又犯神经，又不行，我跟你说。哎。我知道怎么了，我跟你说，手一样给劲儿，就是一个神经。他跟我说：“你不相信我温柔干嘛？”上面那个怎么拍？那边那个，嗯。对啊，这电线那度插落去嗰度，我唔知点拍啫。因为佢有两条线。边有两条？而家又喐紧系嘛？嗯？边两条线？两条。哎呀，你拍一条得啦。唔使插两条插齐，拍一条得。说实话，这种拍照方法不科学，真不科学。